几年来看过最软的。傻的傻，笨的笨，要外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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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贵客家人拿2000要他的命，要吧要吧，几点啊？林建子啊，啊林建宇啊，林建宇啊，林建子，我们叫林建子啊，太软了吧？好了，这个
个组合大概是我们在这几年来看过最软的。所以讲这次我们是傻的傻，笨的笨，我们这次比的时代双，我们比的是三个原则：坚持，第二个不要脸，第三个坚持不要脸。我们这边只秉持三件事，是就是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。那我先敬这一杯，来来来，喝完了这一杯再说吧。今天要真的没拼，我跟你讲，照理讲我没有睡觉，没有，应该很弱，应该很弱，没关系。结果但是看到你们之后，哎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拼命三郎，哎，开玩笑，他参加很多游戏节目是得分王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会不会得分呢？等等进入关卡就知道咯。好，这么美的美景，如果可以在这边办公该有多好。所以呢，我们特别把办公椅推来海边咯。这关要玩什么呢？踢斗了，踢斗了。噔噔，人工智能驱动挑战环保办公季节，抵达终点获胜。是的，等等，这是一个折返的接力赛，总共有四个关卡。第一关鹅卵石叠叠乐，怎么玩呢？就是呢，我们会给你们很多颗鹅卵石，你们必须把鹅卵石叠到指定高度15公分之后呢，就算过关。第二关叫做拼字喝水王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上面有字，上面写 Mr. 爱心 Player， 必须把水瓶拿出来排成字样，总共9个瓶子哦。之后要干嘛呢？喝一口，然后呢，喝到指定的高度呢，就算过关。第三关叫做长筷吃马吉。长筷吃马吉呢，就是我们会给你一个机械手臂，这个机械手臂你必须把手手套到里面去，手手套里面之后，你必须拿一个筷子，你要用筷子夹马吉。然后要吃，对，用单手夹马吉吃。最后一个是快手抽桌巾，就是我们会在桌巾上面呢放一个水瓶，这个水瓶呢它不能让它有移动，不可以让它倒下来哦，要抽到好为止就对了，它不能倒就算过关。你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们是为奖金而战呢，还是为奖励而战？快生出来啦！没来，我们太久没来。这一次的赛制跟大家补充一下，这一次的赛制是好钱，好运，好好玩。有奖金吗？有奖金吗？没有奖金，但是有两位队长最害怕、最恐怖的惩罚。什么惩罚呢？暂时先不公布，你们要好好的玩，最后获胜就不用惩罚喽。输不得，要不要外差？要外差吗？外差吗？对，客家人拿2000要他的命。我们好外差，输了2500，好不好？Hello， 我们是上2000，2000，2000，2000，然后公家再吐2000出来给我。真的？对啊，你自己加500，那怎么办？好，太惨了，就想一想好了。要不要？有大一点。好了，好输了，输了。你要看你们的小美，对不对？人家赚多少钱？有啦，有啦，要不要赌？反正你连他的份都出了，怎么样？2000，一人两千，我们2000都出来，然后赢的那一队拿走10000就对了。好 ，OK 哦。好，干了。对我来讲是命哦，可是2队请分配棒次。可以这个吗？喝水王，一口气，他可以一口气哦。你应该可以吧？你嘴那么大，不是可以的，但我英文很烂呐。英文啊，你看你的笑脸。喂喂喂，这里要记吗？9个字啊，就是。中间没有。这中间讲好，没有。爱心，对，中间爱心，然后 Mr， 然后这个爱心 P L A Y E R， 上面这4个字要算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是这样子。一个字 Mr， 两个字对不对？爱心3个字，好好好，456789，我懂了，谢谢老师。长筷吃马蹄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这样搞定哈。好的。好，我没在手机上，我想估摸一下。因为它还有这个，这个2000会掉。好，因为还是有危险在那边。哇，这个好厉害！这安全帽很丑哎，很可爱啊。这就是宪哥的安全帽啊。哎，为什么我们组队是长这样？哎，有差呢。好了。哎，这个很丑嘞。这个应该都戴不下啦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公平。
这求爱啦！可爱好不好？可爱。那制作单位已经承认说他们拿错了，这是哪个工地拿来的？石头布了，好，戴着先拳喽，好，选帽子，选帽子，帽子，帽子，这很重要吗？你们会在意再来一笔吗？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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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在乎他白的，那我不要白的，我们要蓝的。剪刀石头不要，好好加油，我希望是会赢的啊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这里真的一百的话，这很少哎。好，那命带带带带。干杯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下去了。加油加油！好高了，现在有到十五了。有吗？快哦！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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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五吗？有啊。我来量量看。得了，有了。好，有过关，过关。完了，我们落后了。快点，草草，快点！这个接完 key 的再过去，我们可以先弃局了。Yuna，Yuna 那么笨，对啊，啊玉兔了，玉兔，玉兔那更笨。最难的这一天，轰飞他们！来，下下，还没，没有办法失误了。好，过关。谁？快点，草草，快点！叫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们来了，过来就可以休息了。玩的玩的，快一点！输很多了啦！输了，我先说，再来办下一棒。完了啦！好远哦！哇，差那么远，他第二棒又是强棒 ，Kid。输多了啦！快点哦，快点！拍桌子，拍桌子，拍桌子，拍桌子就可以了。快快快快，别放下，快，全部拿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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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找数，再找数。好，没关系。好了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已经过，来放水，放指定位置。哎，这个也多余啦。决定好看，决定好看。好，可以。先放进去，全部吃完，几个了？三颗了。好，吃完。A one， 一啊，好了，来，一口气。好，下一来，下一瓶。过啊，没过。对，哇，半口。好，来下一瓶。哎，有。快！我是你呢？留了一双鞋又在海边，你看嘛，快回来，你一个，小心，你可以不要噎到哦。等等，go！别撞到！别撞到！别撞到！大家加油！
到桌子，拍到桌子，软了，脚软了，快点拍到桌子。OK， 好，拍。要做的，我当够慢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失败。不要失败呀！失败个几次 OK 啊？有在让，有在让。让一下。快点，杨子晴！快点，杨子晴！赛跑，龟兔赛跑，然后他们又刚好派出玉兔，兔子就输了。对，下一关真的你要人生，人生是没有在卖后悔药的，没有后悔，过了就是过了。我现在再接再厉，我没有拼回来。不要忘了，我们会人生不平。等一下，很少，很少，很少听过那个输的讲话那么大声。人生不平，我第一个走。好，那么这一关呢，恭喜主队得到了四颗决赛星球，来传过去，谢谢。再到这边，他讲一讲他去决赛的表现，所以我第一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交给他，那你就出意料之外，真的。OK 的 ，OK 的，快点，两千五，要当做投资，压力不要那么大，祭拜神明，你后面把他表现好一点 ，OK 的，我们前面。OK 的，因为我们很难讲，因为最主要他们想叫我们自己请内讧，对，我们不能，不要他的招，对，不过我们现在就开始团结，才刚节目才刚开始，还很多人乱问啊，我跟你讲，第一关如果你还看那么重的话，后面就真的，但是就是加油了，加油，这是鼓励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你那个秘诀是什么？Google 啊，他会说。他们跳的其实是不错，很整齐耶。嘿，
害人家跳错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你们太棒了，太棒，跳得太好了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对，很舒服，很自然，对，啊 ，nature， 然后站在草地上啊，哇，那种清新的 feel 哦，可能在都市里面都没有办法感受到，对，太好，太好，这样这么棒的一，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刚吃饱而已，刚吃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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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，哎，哎，要先谢谢他们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哇，哎，妈，阿妈经典啊！哇，哦，你要去穿啊！你来，你最喜欢谁？吴宗宪是不是？来去亲他一下，快！都要，来去亲他一下。哎，不，谢谢你啊，嘿嘿，谢谢。好，好事的关注我，好事的关注我。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 A Zone 花莲的文创园区。这边原本是造酒厂，是造那个 Sake 清酒。清酒酿酒厂，没有人说造酒厂。造酒厂，酿酒厂。清酒酿造厂可以。清酒酿造厂，这关呢要玩的就是，等等，文创园区闯关赛，寻找小熊城闯关的钥匙。星球，你们怎么分辨哪些店家是关卡呢？就是这个店家会放一个小熊灯，我们看到这个小熊灯，我们就要进去闯关。对，那如果你们闯关成功，就可以把小熊灯按亮，哎，按亮它就亮。没错，按亮小熊灯之后，你们可以获得一把小熊钥匙。哦，最后呢会拿到很多把钥匙，但是只有一个，很多把。都不是真的钥匙，只有一把是真的。不一定，有几把我也不知道。有几把你也不知道。有几把我也不知道，所以你们要尽力闯关，尽量每一关都赢，好吗？好。但是闯关的过程当中，记住不可以跑步哦。啊？我快走，快走吗？快走可以快走，但是我只要看到谁跑步，我就要亲他一下。哎，我觉得那边有一个关卡的样子，那边有。我看到，走。啤酒满出来，啤酒满出来，好。来到这一关是三德堂餐厅，然后呢，它最有名的是它的啤酒，对，它是啤酒，以水代替啤酒，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判一位坐在那个座位上，用吸管，然后把水吐在那个杯子上面，让乒乓球满出来，这样就可以过关了。没，要喷到这里来啊！这样才可以球。没有太难了，两分钟。你可以吗？啊，你要试看看好了，你要试看看。没落到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那天你比较高，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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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帅，你这个身材，对对对，就是你，用你的身高，高点高点，往下吐，要吐要吐的，喷的喷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帅帅帅帅，有有有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再用力一点，对，很好很好，很好很好很好，用多一点的力去冲它，多一点的力，对，用力用力，对，总共有。再下一杯哈，来多一点力，用力一点，用力，对，对对对，用力就对了，然后冲他的杯子的前面，对对对，有了有了，可以，已经过一半了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对，加油加油，快点，用力用力，两分钟，可以再下来，再一点再一点，再快点，水快点，水快点，摔摔摔，快点快快快，快点，换水，总共有多久时间？好，有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再两口就有了，再两口就有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呀，让它尿出来。对对对，再两口，再快，水水水。水水。好，水。亮灯，亮灯，好，好，下一关。这一杯怎样？各位观众，我们有字幕啊。走走走，综艺玩很大，鲶鱼哥的口水。
看一下地图，还有哪里？这里哈。A栋，没有，花莲人都熟，就他们很热情，用讲的他们就会告诉你。真的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他们有藏小熊在哪里吗？那边有人跟我讲了。好，花莲的乡亲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。这里，那边有一只小。是的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做真的假不了。来，这交给你。这家店呢，特别做了很多手工的香皂，有非常多的造型。你们现在必须站在这条线后面，给你们10秒钟，看桌上这些东西，哪一个是真的？这么简单？是真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了。10秒啊！计时10秒。一起看。哎，走开一点呐！预备。你走开一点。10、9、8。3、2、1，好，好，讨论。我觉得是铜锣烧，请讨论，给一个答案。铜锣烧它包得很薄哎，我觉得是铜锣烧要么是苹果。我觉得铜锣烧要么是小馒头。苹果那颜色那么假。小馒头的也蛮像。好 ，OK。小馒头跟那个在蒸笼里面，这是他们的标准版，对，一定是真的。哦，对，只有一个用头脑，用头脑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假的？然后还要弄一个那个道具呢？铜锣烧吗？答案是铜锣烧，对。6把里面就在2把，可以拆解。我倒有一个建议，拿一把出来换出来。是他们会怎么做吗？就是我们握着两个会开的，然后傻到要跟他换。啊！哎，你穿 Kid 的衣服叫我换。小馒头跟那个在蒸笼里面，这是他们的标准版，对，一定是真的。对，只有一个用头脑，用头脑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假的？然后还要弄一个那个道具呢？铜锣烧，铜锣烧吗？铜锣烧，对。打开摇头看看。还隔壁洞，六岁现在没有，现在这个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隔壁，这里，那这里是后门呢，王总前面，来，哪里？好，这里，好，这一个，来，这一间是 Arrow Tree， 然后是日本知名点心店，因为它都是以著名的就是新鲜水果著称，然后制成它的蛋糕跟甜点，所以这一关我们要利用他们的柳丁来做游戏，然后就是一个人戴着安全帽，有石球机会把橘子夹在腿中，然后用坐着的方式，然后这样咔，然后他把那个柳丁丢在那个头顶上，就自己在那接到，对，哇，这都送你送完，我先来好了，我先。成功加油，只有石球机会哦，一个人两颗，没有限时嘛哈，一个人两颗，一个人两颗，但不能变。第一球，加油，感觉蛮难的。可是我建议你屁股再坐前面一点，因为脚比较好活动。这样哈。对。可是他们会重心不稳。不会，我觉得脚活动。那边哦，这边，
真的请说明。好的，欢迎来到三先生的店，这边呢就会发明很多跟科学有关的一些小游戏。哦。那么呢，这块叫做神奇漂浮球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先拿一个来示范一下。其实这个球，如果你在这边吹气，它会这样浮在这上面。浮在空中。四个人加起来必须超过38秒。我可以先示范一下。不需要。不需要吗？哎。为什么不让他示范？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他知道。因为全部只有4只，我们一人一只，但不是刚好他那一张嘴，然后帮我们吹一下，然后要示范给大家看吗？哇，大家不知道怎么玩呢。好，那我先了哈，先啦，轮流。好，加油。那就等你开始吹，我就开始吹哨喽。预备。好吧。好。3秒39。你先看，我先来，因为我刚刚好像有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比较久。怎么样？我试试看。可是如果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要怪我。好，不会。加油，加油。动哎！36秒6。好，算了，走，走去别的地方。熊让他倒下来，走。往上面 ，OK， 往上面抛，然后去接。对。过头了，过头了。先往上抛，不要往斜。你往上抛，往上抛。你再去接。对，先抛起来再去接。脚要记住那感觉。对，就脚要对。哎呀，过头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快来。可以夹着慢慢放上去啊！好了，放上去。对对对，可以的。哎，哎。再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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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用这个奶油酥条移动其中一根，让它变成正确的答案，一根而已，一根而已。预备，只有100秒时间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龙玫瑰，龙玫瑰，龙玫瑰，龙玫瑰。哎，我们向下看，向下的方向。哎，我们现在观摩一下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，走走走。一根呢？那边一根吧，对，去干湿这边。这一个是这个十六，那边拿到了，那边那这栋就没有了，这栋就没有吗？是别栋三或三？隔壁小的那一栋，快点，隔壁来，是要干嘛？来，今天你们就是利用平底锅，然后一人一次机会，然后翻三个都要同时翻面才能过关。哎呦，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吗？这三大主厨应该有学过，有穿过的，一个可以，两个很难，三个不可能。食物也不能掉地上，食物掉地上等于失败。
的经验。哎呀，好，只有一个，失败。你先。难怪他叫我们不用钱，太难了。下一关，还有哪里有？那边，这家店叫做 Arrow Tree， Arrow Tree， 这家店 Arrow Tree， 它是日本的一个点心店，他们的特产就是呢，用新鲜的水果做点心跟炸果子。加油！完成一个挑战哦。好，剩下九颗。哇，哎，真的蛮难的。进一球，只要进一球就可以过关了。真的蛮难的。过关了。可能弄的，哎，好，赶快，哎，我们就用完了吗？我们好像剩三个。哦，对面来一个，没过关，斜对角走 ，follow me。看一下，对，哎，对，感觉很难呢。来，神奇漂浮球，我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好，开始，很好，稳住，好，准备好，五秒，来，一个，来。气要平均，不然它球会晃。现在还有，我们欠多少？17，总共要38。可以。啊，可以。好，就这个。这道叫做木枪神射手。哎，真的跟这个有关。就是跟信哥说拿那个用那个木枪，它每一枪呢会有6发子弹。你们看到右边这边有个靶。这个靶呢，总共有5个靶。那么呢，只要谁可以一次把它射中全5个靶全倒，这关就算获胜了。一次，对，一个人有6发的机会。哦，6发当中射中5发，就算过关。来了，亲爱的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因为你这个角度进会比较好，你打中桌面都中嘛，都有可能弹。啊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连桌面的机会都没有，插板机会都没有。Understand？OK。但是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这样。那我可以帮你拿着你的脚。可以。高一点。对。对，就这样。瞄好。失败！加油！哎呦！差点！厉害！小心哦！稳！漂亮！两个！哎呀！差一点！哎，有啊，还有一发，哇，一发要解开，站卫兵，两边站卫兵的，OK， 加油，慢慢来哦，不要浪费气哦，十要几秒？哇！几秒？12秒。哦，谢谢。峰哥，什么？
来喽。好哦。加油。换了板子，换这一种，门雷板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太高了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累积的是三把钥匙，在这里，三把也够了，所以目前是三对三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前往宝箱处吧 ，Go！ 好的，现在两队都闯关完成喽。你们橘子既然过了，先得一，而且橘子还是一次过，一次就上去，太好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浪费，爱怎么做？证明腿短是有用的。长短无关，我们浪费最多的时间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在戴帽子。帽子太大。对。先问这个单位，六把里面有一把可以开的吗？有一把可以开的吗？不用想那么多。我会告，就是那一把两根就是这个。我倒有一个建议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建议？拿一把出来换。哎 ，Hello， 就换个钥匙，不是，又不是换老婆。就这一关，我跟你讲，两千块，我们进了第一关，这一关比我们的性命还要重。四颗，这一关，第二关也是我跟你讲，我们就会兵败如山倒。我是队长，但是我要负责任，大家嘛，对，我在网络会被人家骂。你们要不要换？不换我们就投票决定，你们不换我们就不换，要换就换。花莲人，要不要换？老帅，真的，你不想换？不要换了，要不要换？我不想换。真的不好意思，国外。虽然换第二关而已，虽然换节目效果会很好，但是我要尊重我的队友。确定不换？确定不换吗？为什么他们橘子的是哪一把？为什么他们会鼓励你？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就我们赢了，所以看能不能换走一把给你，让比赛好看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后置他们会怎么做吗？就是我们握的两个会开的，然后还打到要跟他换。我们三个颜色都不一样哎，他们两个颜色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定就是这两个起码有个冰激的，换啦，哎，穿 kid 的衣服叫我换，阿姨啦，你怎么那么啰嗦？问题我想换，他们三个不要换了，我没办法换。对，最后问你们最后三个最后一次，要不要换？好了，硬起来了，不管了啦，不然没完没了。要不要换？好了，硬起来了，不管了啦，不然没完没了。所以是要很重要了。啊，对。先开，剪剪刀石。哦，这个饮料很重要。先开就剪，有两把可以开的。对，很重要。剪刀石头布。开了两了。剪。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
他不会挑蓝的，完蛋。到底会不会是呢？有感觉哦，有感觉，有感觉哦。其他黄色你们可以丢掉。哎，对对，怕它不好点。不会来。谢谢，哇，一起跳！我跟你讲，阿姨对不对？阿姨要多请几下。阿姨其实是支持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是阿姨叫我们换，没关系，可以，刚刚行。阿姨叫我们换，希望你们赢。哇！哎，你二丫阿姨都对上号啊！没有，阿姨马上命火。对，阿姨很疯狂，所以我们不要靠近她。阿姨快点，交米。哎，来，完蛋了，妈。哎，阿姨不要做坏。帮你拍我。来帮小东哥。小东，我来过，我来给你试一下，你是好看，你不用很慢炒。指导。阿姨。我不帮你拍我。他是刀切豆腐两面光。哦。哎，在你这边。我是那个白板，两面炒，两面炒啦。年轻的总经理哦，真的，对呀，对呀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住在这里了，太棒，太爽了吧？对呀，那我们因为难得来，我们就先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参观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先来参观一下啊 ，OK， 来走。Thank you. Follow me. 这一间啊，612是吧？哇！对，帮你安排的房间是歌剧魅影，还有主播。哎呦！咱们就好不好？各安天命，好吧？不，各自休息，各自休息。啊，要去泳池啊！要去泳池哦。还要泳池啊？要玩游戏哦。那可以的。比基尼室友。哎呦！比基尼了。我要穿比基尼。我最期待这个时代哦。观众最期待这一趴。各位，讲到比基尼，我们就想到，阳光、沙滩、比丘尼。好，把你们最厉害的泳装拿出来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
最保守的一期。美国，美国。
如果不能飞，你就三张飞起来，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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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衡六色饮食，骰子骰到颜色，吃该颜色食物，吃完六色过关。哇，不要吃到完啊！没错，就是呢，等等呢会给你们一个骰子。这么说。这个骰子呢，六面是六种不同的颜色。他这么说，等一下没有放饭喽？就是哦。为什么要请你们吃六色？因为让你们均衡饮食。哦。每个颜色代表不一样的健康功能。哦。不一定这些，只要白色就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骰到什么颜色就吃什么颜色。我也可以吃大白菜嘛，也可以嘛。对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同样一个摊位不能连续吃两次。哦。对，我们重点重点，所以我才说果汁我在一个地方就喝完啦。对啊，两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预备。好大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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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贝贝，这不是黄色，来。凤梨，先吃一个来。
有一次。关东煮应该有黑的。鸭血，鸭血，鸭血。OK， 鸭血一份。小份的要，小份要，小份。他不要汤，好了好了，汤是消，汤是消。哇，还有边干，两边干。有边干。好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切二两。对对对对。什么味道？来交给我听啊！偷你的水，也是该我出轨啦！你在哪出轨？对的，也是他在啦！啊，右手，够臭啊！好臭，快拿去！哇，真的好臭哎！哦，真的臭臭锅。时间了，我们这一把不能推。好，来来来，这配了，不用抱，不用抱，不用抱。配了，不用抱，不用抱，不用抱。干嘛抱啊？哎呦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没有，我们在比赛，我们在比赛，不要吓到。葡萄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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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葡萄汁。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谢你老板娘的帮忙。好，来来，好了，你把，你把。要不把那个干掉了啦 ？OK， 好。乖乖乖，你的裤子不错，再来一个。我们四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们要绿色，绿色，拜托。你要管绿色，绿色，拜托。你要管绿色，绿色。绿色。绿色，拔蜡，拔蜡算绿色吧？拔蜡，只能吃皮而已，不能吃里面的。对对，只能吃皮，只能吃皮而已。真的啊！吓我一跳。好，哎哎呦，好敬业，好敬业，好敬业，太敬业！好快了，六平了，快给观众，快给观众！快一点！五个人太六平了，我们三个人是这种颜色，红色，红色，哈利路亚，红色，哈利路亚，红色。烤鸭夹饼好了，你了，包在里面。好，烤鸭夹饼，拜托一份。好，很棒。老板，现在跟老板都不要太热情。哎哎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不要太热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 ，OK。谢谢。来来来，来夹夹夹。来，有没有看过那个？
要最近网络。好来。对，可以吧？柠檬，哎，柠檬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哎，这不是这样算不算白的嘞？哎，到底啊？要过滤吧。好，是。一人一个。我们就是这个。制作人看他就 OK， 我们才吃。你们第一杯就已经是喝一点点，没有，后来我们就把它加满了。没有，后来又加了一个半杯了。有加满，他们可以看那个回带有没有？没有，有加满，有红队有，有真的都有。啊，不管作弊啦！我跟你讲，那三栋网友这一把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原本输他三颗嘛，输两颗，他们是不是作弊？来来来来，
吗？你说我们作弊？东西，他们作弊对不对？你有看我们玩吗？对不对？作弊对不对？你不要乱讲，观众都在看哦。对吗？你有看我们在玩吗？有作弊？我跟你赌一个，一颗从那边拿就好，从银行颗，好不好？我猜你拿，猜我猜你，然后你猜我，猜什么？猜什么？那当然还不能讲啊。OK， 我们决定了，我讲出来，我们来猜，因为我也是用猜的。你相信我？猜我？哎，我们的游览车来，我们先上车。对，可以，我猜。我们猜对方的内裤颜色。有看到的是小狗。哎，你好，你哪位啊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不要。啊？要不然你猜我，这样可以吧？他已经没穿了。一球。要吗？你要这么胆小？有没有答对？我都要给大家看的哦。具体颜色，我让你猜两次。两次。然后答对了，我们就认输，一球拿走。好，没有答对，我们就拿一球过来。好，从庄家拿，好不好？啊！不就猜了。哦，好，好，你们研究好就猜，猜两次。猜一个哈。好，好，再猜了。那我们想，想一下。先哥，我们下门来一个，对，赶快决定，快点决定。这不需要讨论。好，来，好。我们现在第一次，第一次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你们是不是有看到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猜最难的。第一次，第二次，这样还有他可能还会穿黑色太普通，黑色，现在会不会穿到那么简单？第一次猜粉红色，第二次会猜什么颜色呢？蓝白，乱猜，好不好？那就一颗。粉红色跟绿色，两个对比色。绿色很少人会穿的，但他穿我都会配。来，我不要怕脱下来是露沟的。剩下关卡，我们明天见。Go！婴儿车放置处，那就是爸爸要来啦。宝宝好可爱。健哥，你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宝宝乱跑，宝宝不说，不说。哎，宝宝不说。宝宝的力气，宝宝来了！啦啦啦啦！抓到我就给你！这还是啊！结束吗？你看看，换回熟悉的自己，去熟悉的就是我，机车难把你踩死。